狗狗就像小孩子一样，都是需要教育的。年纪越小，学习能力就越强。大家好，我是狗妹，欢迎来到狗狗搞笑频道。国外一名饲主养了一只可爱的小萨摩耶比欧，为了不让比欧随地的大小便造成卫生的问题，便开始训练起比欧定点上厕所。没想到有次主人进厕所时，竟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画面。只见比欧坐在没有掀开的马桶盖上，想要学主人用马桶上厕所，但他总觉得哪里怪怪的，一脸疑惑的样子，好像在问，这个姿势对吗？你不是都这样吗？主人看到他这副呆萌样，也是笑到投降了，连忙把他抱了起来。好险他还没有在马桶上行方便，不然主人可就要崩溃了。比欧聪明可爱，全身蓬松的白毛就像是棉花糖，加上那无辜的撩人双眼，让人好想抱抱亲亲。网友们看到比欧这么认真的学习，纷纷笑说，姿势100分，但要记得掀马桶盖哦，名副其实的蹲马桶。比欧这么聪明好学，相信他很快就会如愿学会上厕所了。你在教毛孩上厕所时，也是费了一番苦心吗？欢迎留言分享哦。我是狗妹，我们下次见。